说提前整个通知的。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，烧吧！这都没触发仙宫啊。Q 一下就走了，打不动他呀，这可不是蒙多，他他妈回血贼猛，发育吧发育吧，耗不动了，尝试性的耗了一下，我的仙宫怎么不给钱，刚刚不是触发过了吗？走，说实话。以为我不在，你们就能看。好配合，不的，活过来了，兄弟们，怎么不想先把我换了？他又想我死，他又不想死，我尬住了呀，这就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这缓了一大口气啊，直接快进到把药汪做出来了。他人呢，他没钱回家住不假期，回家买药水了，这不有点运气成分了，是的，管不掉，他们的尸体将塞满深渊，更多火药，他们的腰子砍出来，不亏的。但是如果我能不死就更赚了，杀肯定要杀了，这么多经验。
咱稍微扭一下就好了，扭不掉。我回头忘 Q 了，有个僵直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有医生还破我天空。当心炸药桶！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人人有份。爽到极点。脏东西缓慢的死去将是我的千万方式。Q 不到走吧。把他押回家。我以为他开个大招反打，直接就挂火了。人人有份。又一个，我要暂时远离杀戮了。刚好钱够了。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单杀了，感觉 AK 可以打本了。OK。别伤害。早就不是人了。Shut down。打不到他就算了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脏东西，仁慈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烧吧！渣子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不要相信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不行动吧。15块一个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时刻留心幕后。我从岩壁的海水中重生。人人有份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人人有份，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走运了又，我暴击了，我暴击死不掉。20暴击，精准暴击，可以。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。又一个。
killing spree.他老 W 抢我的筒子呢，那怎么办？他有 W 的呀。W 能把我筒子抢了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人人有份。在我们野区吗？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留个眼线在外面，脏东西，死亡把我吐了出来。这我也有问题啊！我这波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筒子炸到他了，伤害不够呀。憎恨。小孩子的用词，更多回合。啊，连筒炸到这波好像能杀鳄鱼了。我感觉CS要来抓我了。他们对悲惨一无所知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狼心炸药桶，又一个。闹钟响，不好意思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烧吧，人人有份。你，南家什么意思？非要单杀我呗？走了，不跟你玩，再见。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主播起床闹钟吧，是的。之前不是熬太晚了吗？比尔吉沃特的仁慈，所以就11点钟起。南枪也很肥啊，两件套的。地图上一个人都没有，算了，我先跑了。我有。
在你们就能安逸。慢慢的死去，总是死在这里。小丑一样被别人看到了，我操，一枪暴击直接带走。那没伤害很高啊，这个剑型，但是武器没蓝了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。直接把他突突了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，烧！哇，直接把你刀了，不用枪了，直接切换刀战模式。算了，我懒得用筒子了，把它刀了吧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这还是单杀呢，可以的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失误了，兄弟。放死了吧！又一个单杀。死亡轰炸！这个单杀，威力低。不要以为我不在，你们就能安逸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更多火药，推了呀。我也想推啊，我很容易死的，王船长下巴准备游龙了。哦，我还忘抽号了，抽号吧，抽号打完了，只需要十个荧光棒和这等会儿我先看一下，二十一，
只需要10个荧光棒可以卡一个超梦的牌子，我得出门了。只需要10个荧光棒可以卡一个超梦的牌子，还可以上超梦的贵宾席，然后还有机会获得大师以下打号3个小时，然后得有英雄啊，得有英雄啊，得有英雄啊，大伙得有英雄，排队不卖，其他的都可以啊，大师以下段位都可以。排队不卖，有英雄就 OK 了啊，只需要10个荧光棒，还可以卡一个超梦的牌子，还可以上超梦的贵宾席，各位。想主播上号的可以10个荧光棒上一下超梦的贵宾席。投奔一下我们家 ADC， 他比较靠谱。我看用不用扔个大招。吓到他了。就一个单杀哎，直接闪现。Triple Q， 可惜四杀没拿到。寒冰居然是单杀，可以。那我感觉我有机会争 MVP 了，本来是没机会的，现在感觉有点机会能争一争了。他不是完全没有机会。死亡的潮汐是着我的归来。MVP 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长一点，感觉真能把他杀了。失去灵魂啊！救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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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怎么不一波啊？有变数啊！我们 AD 又在爆杀。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本来他来个什么五杀，那还轮得到我呀？干得漂亮，塞拉斯！大海没有尽，但我已。我来结束这把游戏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
fuck， 不会不是我 MVP 了吧？哎呦，怎么复活了一个男枪？两枪把我做掉了，还好不是。